一陣煮菜再俾你食咧，好唔好？我哋食乜乜乜啊！好啊好啊好啊！嚟嚟嚟嚟嚟！哎呀哎呦！试下呢样啊！嚟嚟嚟嚟嚟！咦！哟哟哟哟哟哟哟！哇！好食啊！好味道啊！吃牙面了。今天妈妈跟我用筷子吃了，好啦。然后用脚刚，今早刚过来了又开始用筷子。我家也舀不起来饭。这样子那筷子，你喝。我喝。我喝。好了，你听不着。你快不要紧啊。我怎么又舀不起来？哦，哥哥可以啊。怎么办？好了，这试试看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阿拉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就要用筷子，晓得吧？得到了吧？哎。啊，好啊。是不是夹起来啦？开心吗？好，那么吃吧。你们是用筷子吃鸡蛋面吃的呀？嗯，吃到了吧？好，欢迎大家啊！阿大先生，好。大家早上好，大家万事如意。三家面回来吧，想死你了。这回回来多住些点吧啊。嗯，行。See you guys tonight. Bye bye. Pa, Ma, 过年了，我给你们拜年了。干啥呢？我祝新年快乐！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走走走，我这是啊，我这出去饭。哎呀，这这真正的主席的，我哎呀，我是晓得主席的，跟你说，多个人多双筷子走，不要去欺负个小丫。哎呀，妈妈，你在气啥子嘛？多双筷子噻。哎呀，今天过年，我们高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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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兴。哎，老王，我想你了，走。好了，今天东西特别多呀。傻瓜。